爱情那多少得给两个嘛，能一分不给吗？那你看钱来的啊，钱你就是拔了，那你要钱干啥呀？我要也不能说是要多过多了咋咋地的，养花了也就一个两个，我能说要你十个八个五个六个不能可能不要，往那边吧就说一分不要，像人家说的有点那什么似的，啊最总的什么，往那边你都是说是咋的，我也不是向前看，往那边咋的呢？就是说是三万几万要的，完到时候在一起呢，是一月呢还得给一千块钱，就是往那边总得要是吃的。往那边没有钱，反正你公司公务公宽，就是这边这个学习，那要钱了，那还不一说雇个保姆了多好啊？哎，有事还要不要了？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啊，你是张青青张大姐吗？哎呦我天哪，在干啥呢？在这啊？我感觉那啥呢，就是这块挖，完了存水，完了我给它挖出来，挖出了垫的土，完了抠一层垫的，这不就平了吗？这活你都能干呢？干这个呢？这边嫌雨挺大哈。对对对，我看那满那些厕所都厕所倒了，嗯呢。是下雨下的吗？下雨下的，对。家那个就是西边的仓子，就是老头挖的，完了我当立工，带挑水，带后米，再搬砖。我就是和胶泥，和完胶泥完给他收盆里头，完了他就是就累。你刚才说这段话让我想到了，就齐大哥当时跟我说，说的当时他家那个房子，就是当年他和老伴一砖一瓦盖起来的。这房子都是我们俩盖的，他就给我搬砖，我俩天天垒，天天垒，反正半年多也盖上了。那就相当于这个房子是你俩一砖一瓦，哎呀，就亲手盖的，哪块砖呢他都摸过。我就像看他实在，说话实在，就是第一点哪看到哪点的。你要先走了，我跟你好好划算。我要先走了，我得给你留点钱，这钱不能活。看他说话挺为人负责任的，哎，我就看中这点，很有责任心。对对对对，挺负责任的，我就感觉他挺好的。他要是先走了吧，我好好划算。我要先走了，这些泥就全在你上。工作是交通，但是吧，这农村你也理解，老头刚走就不想。农村你好像是都说是得过了三年了，咋咋地的了。完后来我一寻思呢，不行，我得打一下子，那错过这机会。我就心咋的，我这回我要为自己活一把了。嗯，到他家这些年就要为自己活一把了。那我这一生就是说啥呢，我老妈临死说一句话，咱俩最对不起是我老姑娘。我哥哥出车祸没了，嗯，完了是俩兄弟上学特好，等我找婆就是原厂不找我老妈，就是偏前借点光干点活帮家。今天扶着没想找一小呢，孩子小孩子刚大，小男扶呢，老人又来，这老人刚没呢，完接着他49，他就是烟雾都没流，那一天扶着没想找，这他那老多可怜，疼丢了，疼这些神经痛吧，这农村你知道就跟散养鸡似的，查出来就是或者就不行了，跟农安就说是脑出血，完了医院说的赶紧往长春120打车，寻思到不了长春，还挺好啊，还有活着些。当时的时候都以为老头要没了呢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结果到长春还真救回来了，救回来，然后一直又活了7年，是不是？嗯，结婚时候啊，白苞米的黑人6点还跟大孙两门呢，完了等到10点多脑疼，上外出他回来就像睡觉似的，完拉到县医院，县医院说不行了，赶紧回去吧。那是脑袋一定是100毫升血了，我现在这阴影我还过不来，我成天哭，我家那人成长了，干活，成像样了，成板。等会上我家弄炕，我那棚就往俩，就往俩整。那仓是，就是这个小棚子，就是他垒，然后你就在底下磨灰啊，对，完给他地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现在不行了，我来收两个仓就收六，这磨都是老土。我来收两回都没收拾了，不收等孩子回来收。就本来老头走了想收拾收拾仓子，但是看进来就受不了，是不是？以前跟他说过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就是管你今年一年，来年我就不管了，我不为你们一辈两辈我伺候死了，三辈四辈我不管了。有一个我在城里，我不咋乐上城里，农村嘛一点事没有，你在城里对门不说话，我感觉没意思。那是最近包包子，他家大饼面子和那包面子和面，蒸大发糕，蒸大锅，那家谢雪嘛，往邻居来串门，蒸大两块，他俩粽子都吃，蒸大粽子厚，咱俩还都吃。就是面食不在话下，对。炒菜或者做饭啥的呢？炒菜你也会，你就是炒啥吧？哎、我做饭不咋出。再说这俩饭更好做，电炒锅、电饭锅，根本都使不上大锅。你还做锅锅呀？哎呀，
中了，就是接了几个呀？接一个，就接这一个呀？能舍得啊？没事儿啊，来吧，来吧。哎呀，啊，大大窝窝大脚窝的，走吧。我叫，可以换身西服啊？你不热吗，大哥？热咋了？热，等一会儿脱去呗。要是说你找个农村的，嗯，就老实巴交的，跟你俩实际过日子，你说你个人多操心呢？你说瞎了算的，完上山沟完了还家去了，真的，真不易啊！实在是没招儿。行，他外抹拜晴川，一抹我的邻居公园二年都不抹，不要整那样的。说谁呢？说我们呢？是不是？你们是上班的呀，一个农村的，你说你在家抹啥呀？你给谁看呢？我要看你好看吗？你啥样都好看。你我要看你不好看，你跟鬼似的，我更恶心。别那个打扮，太爱打扮，然后就能混过日子，就是。当然有那么穿上吃上多好。你说我这模样一般的看不懂你。你就担心自己的长相，啊，有人相中。但是那你咋不想想，我你这个实惠劲儿，包括这个对老伴的这种有责任心呐，啊，包括对老伴的这种好。这都是咱的优点呢，啊，我心里我的人就这么实惯，我心就是这么想的，但是我也得这么做，啊，那你要不这个你能对得起人家吗？啊，去给我接大姐去，我去给你捞鱼去，啊，回来让她给坐坐，试试处理，哎，是不是，啊，哎，对，那我去给你接大姐姐行不 行？那你就在家先准备着好吧，啊，行行 行，快把驴拉来。我牙就是火牙，全是窟窿，等到我都敢张嘴吗？不敢笑，其实我挺乐笑的。不是，你的牙不是抽烟抽的，不是烟酒，我们家老头是烟酒哥。原来我就寻思咋的呢，我就没寻思能这么那啥，我寻思咋的老伴儿烧完之后以后，完了再啥，我第一天隔离导致牙香着呢。原本打算是把牙镶好了，对呀，啊，再找老伴儿。嗯，哎呀，大哥，嗯，哎呀，啊，够咱们给吃的，够咱们，哎呀，这么多鱼呢，那是。大姐来了，先上来，够了，够了。哎，我记上了。好嘞。头型，特意把头型剪了剪，啊，精不精神？精神，跟电视上有没有啥区别？精神啥呀，啊？精神啊，嗯，这长得老丑样，丑，比电视上精神丑着。啊，对，电视，哎呀，大哥，这水这么深呢？啊，哦，这是浅的，还浅，慢慢的，大哥，你瞅瞅，哎呦妈，深不深？能行吗，大哥？我这是全身水库，瞅瞅，看看，哎呀，还是鲶，哎呀，还是鲶鱼呢，鲶鱼，嗯，妥了，鲶鱼捞茄子是不是？嗯，会做不？会做呀，做不太好。来，先正式介绍一下的啊，这个在电视上看见过了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齐万树，齐大哥，嗯，这个是张继英，张大姐，姓张，嗯，张继英，张大姐，这手什么？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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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。我瞅第一眼就感觉心就一动，我就说这人值得不？瞅一看他没抹呀，我要看他一抹，我的妈呀，我这脑袋得抽一下。你在浴堂里头，在岸上看见大姐的第一眼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很朴素。哎，对，就跟我前方走的老伴他俩一样。完了，你领后，我一瞅，我就心里跟我说，这人啊，行，他长得他不是长得那么太好看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我就喜欢这样的，是不是啊？能多换着呀？哇，长得好看他不要。嗯，对对，有的人跟别的男的两个劲儿呢。幸好你这你也都没抹，你要真抹了，我真。我这辈子鞋帮我没擦过，跟鞋帮我没擦过，跟我那个真心那个老伴一样，我鞋帮没擦过。他吧，瞅这人吧，正经故事人，他不是说好抹呀。我不抹，我就是那谁，我这辈子没买过雪花膏，往家那个他活他先买，我都不擦。用往家人家活就往脸上一马上买那雪花膏，我都不擦，我想起来擦了。有时我叔跟妹说我，你瞅你造的，你白的白，谁像你似的？买一瓶想不起来，或者等我一隔那个姑娘来给擦了。怎么样？你就啥？哎呀，那啊不能过日子不白扯吗？别说了，这头发也没染，也没说收拾。对，我就喜欢这样，头发白，没染。大姐是火牙，嗯，大姐吧，大姐的意思说呢，她本来想把牙，她得香，不香不行，她先把牙香。那时候要吃啃骨头，那不，嗯，那不啃不了吗？得香。对，反正大姐本来寻思啥呢？我想香完牙，我再相亲。不用啊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大力爸舅舅心里老想敞亮，把地方这事儿说是能靠得住的，实在朴实。我就看你啥的太对人说话有点太负责任了，不像人的这些。有的人说话吧就想着自己不想着别人，但是你不是那样人。我就说话就看电视说话，那个就是那天说那女的。
说的你比我比你大七岁，你要先走了呢，我好好罚死你。我要后走，我那驴都给你，得有钱没钱咋的？这句话我特感动我。有的人，有的人他不那么想。你跟我俩过一回，我要先走了，你说你咋整啊？那有的人他不这么想。那我还不给你有的人点钱财？那有的人他不这么想。留个养老钱呢？嗯，这是真的。跟我过一回。对对。关键我的家都交给你了，你能给我拿起来，能放上去，那我就太高兴了。你就说这话，那呀，你就说打动了。说话心亮啊。你就觉得在家查钱就行，不开路就行。也给拿那个刷大车干啥？就搅和和那啥呀？真来看看，这不让你破费呢？啊，没事儿，那都小菜一碟。来帮大姐，嗯，不是，来高车大哥，看看啊，这个这大饺子，大姐说了，包饺子好吃。这个吧，虽然没大叔的意思，不能特别面，但是毛豆角也能好吃，能好吃。真有点真出啊，隔夜送产的。我种那个没有肥，就搞点那个鸡粪。那瞅这样就实惠，我都就弄石灰的，你也就是石灰的，咱俩正好。没有那个哎呀，没钱，听不听见？哎呀，这是啊，这是知道未来的女主人来了是吗？这员也是你家的啊，这员啊，对呀，他们看见，就不光是知道看见你来了，那个欢迎你，这还有爬窗户看热闹的呢。我们家以前驴、马、牛我都养，妈，这些驴挺胖的，这驴，我这驴整真挺胖，我挺心软，挺心软。哎呀！驴来了还叫叫啊？他啥意思？你年年保十个驴崽了，不用多养着了。咱俩这养了五年，就五十个驴，加这些六十个驴吧，一个就少算，一个就卖5000，你算了吧，这六十个驴多少钱？等我算算啊，30万。哎呀，跟我妈一样了，还惦记拿着菜呢哈，这个拿回家。对，哎呀，你看大姐，我知道经过怎么说哈，你这边拿菜，大姐就知道把鱼拎着。这个。性格他也挺老实的，不是那么这家活了的。那这活整挺好啊，你就是一看都是给大姐准备的啊。哎，就我们出去接的那会儿，你家准备这么多？这个是驴肉。驴肉咋整？驴肉蒸饺呗。那煮饺也行啊。那就开整吧。那你这蒸哪个盒子？你打先那啥吧，先给这多了吧。妈，这咋冒烟呢？哎呀，不是湿，卧槽，卧槽，时间长了卧槽。干活这块是没有说的，那是行。他收拾屋子也是嘎嘎的，做饭也是嘎嘎的，过日子也是嘎嘎的。我告诉你，就这个。满意，得谢谢你呀、啊，得亏你我东跑西颠淘的这找一个这么好的、啊，这个我得真好谢谢你。反正我那有啥说啥，我可不抽烟呢，我喝点小酒可不对价喝。抽烟抽呗，行不行啊？没事儿，你此话说的毛了吗？你别等着差抽烟喝酒你啊！你喝酒你不爽吗？就行。哎呀，我这还怕爽吗？哎呀，啥意思？不是不爽吗就行？啊、有的那喝完酒爽吗？我跟谁爽吗？我跟你有，我看是保护你还保护不了？不是，有的喝完酒了就是失去理智了，就是那啥玩意儿，那什么有。往家烟酒就搞到高头去了，不抽烟不来，我也想不起来给你找的，也不打麻将是不是、啊、玩不了。咱那广场舞啥跳不跳扭秧歌啥的？不跳，这样也行吧，这样就跟往家那个一样啊，就是这样行吧，他就搅了上了人多的好像面奶似的。你喜欢静性格往哪上好像一样，都是直不头人，心里有嘴里想说，他不会喝那么憋子，俺说出去一万能接受就接受，接受不了你待会再给你服务员儿，咋整？反正你就还有什么要求你就说，我能达到的吧，我就尽量；达不到的也没招儿。对，就是能在一起，那你多少得给两个嘛，能一分不给吗？那你看钱来的，钱你就是把了，那你要钱干啥呀？我要也不能说是要过多了咋地的，讲话了也就一个两个，我能说要你10个8个5个6个，不能可能不要。往那边吧，就说一分不要，像人家说的有点那什么似的，啊，最总的是吗？往那边你都是说是咋的？我也不是向前看，往那边咋的呢？就是说是3万几万要的，完都是在一起呢，是一月呢还得给1000块钱，就是往那边都那样是似的。往那边没有钱，反正你公司公务公宽，就是这边这个学习，那要钱了，那还不一说雇个保姆来多好啊？你说是不是这么事？那俩人改造就没啥意思了。你看我改他身上给他买衣裳，花多少钱？
这个彩礼我就觉得这玩意儿不太合理。我是不是差钱我钱都有，但是这个我不能。这个妈不一顾了你知道吗？突然间人大说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找个幸福是你自己的。嗯，你如果想要面子的话，你问的话你就可以说，你就给了我两万，但实际上说出来这不就是给外人看的吗？但是你千万千万别因为这两万把你真正的幸福一下就给啊，你砸那就这么习惯，啥都交给你了，钱也给你拿了，你还要那钱干啥？对对对，是不是人都得回？明明明，过来，对对。任寻思过是吧？反正现在家没有一万也有八千，你看够够咱俩花的。完了是那个外头还借是不是？还存点玩意儿。彩礼这个事儿还要不要了？不要了，不要了。管我，多爱我爱我，吃好了他想吃啥就来啥，先给镶上啊。镶口牙啊，把这牙全好了，全用了，到时候就找你们便宜点啊。哦，没问题，像那个全画黑牙，全给我好掉，全增值好牙。我先给你夹一个，你还奇怪？哎呀，这一人给夹一个，我这把是夹的感觉。谢谢你，牙来不晚。我们俩吧，这一年过得挺好，牙也镶上了。但是呢，我得感谢这个平台，这个电台所有的这些工作人员，也为我俩事吧，也没少挨累。对于今天的相亲，你有什么想法建议？欢迎评论区留言。老铁们，喜欢星空的给个关注，点个赞，下一集继续精彩，咱们回头见。